哎，姐，喝多了，姐。没喝多。姐，我看你脸都红了，你还没喝多呢。姐，我肉脸。啊。脸哥，你也别包那个，冰坏了，姐，别包那个呀。啊啊！哎妈，姐，别，我送你回去吧，姐。包呢？走，姐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姐，慢点，姐，慢点。没事，这拉的行吗？这点了烟的，姐。哎，姐怎么坐这儿了，姐？走不动了。走不动，那咱也得回家去啊。我歇会儿行吗？啊，行，那咱回家歇呗，姐。马上到家了。那你抱我。我抱不动你，姐。你背我。背，姐背我也背不动。我干一天活了，休天晚了，累的。亲我一口也行，我就动你走路了。我亲你，你就能起来吗，姐？那也不是差的，也不是那啥呀。走不动，歇会儿啊，姐。那我光脚走。别光脚脚啊！别光脚，那不好，姐。嗯。那我鞋脱给你，姐。脱吧。行。脱给我呀。行。那你穿我鞋。别，我穿不动，姐。那你光脚呀。姐，那再走回去吧，我拎着，行吗？我拎你鞋。啊，走吧，姐。走吧。走啊，姐！我觉得你特别帅，想多看一会儿。别急，姐、嗯，走吧，回家看吧，姐。嗯，别大道不太好。嗯，走。嗯。哎。我走。哎，好。朋友之间的。哎，好。姐，慢点，到屋了。你看我喝多了吗？姐没喝多，你能喝多吗，姐？没有。走啊。还没喝多，真嘴硬啊！姐躺着。我没有嘴硬呀。啊，那没嘴硬怎么就直接躺着了？姐那个。累了。啊，姐那个。泰哥过来。我给你整点热水啊，姐。啊。过来，泰哥上来。啊！哎呦妈，你上来快。别骗妈妈。姐那个，我给你整点热水啊。我不想喝热水、啊。嗯，我给你整点醒酒汤啊，姐。不想喝。不喝多了吗，姐？不想喝。那，姐，那我走了，姐，我的明天我还得上班呢，姐。不想让你走。啊！对，姐，那。你干嘛？你吃醋了？那我等你睡着了再走，姐。别。我不想让你走，你肯定骗我。没有，那姐就不行，我给你开着空调啊，姐，这屋里有点热呀。你热呀？嗯，那个。我不热呀、啊。我有点热，不行，咱开会窗户也行啊，姐。你不是要走了吗？你还管我开不开窗户干嘛？啊，我怕你热，姐。你怕我热？嗯。我不热。那你早点休息，姐。那我就先撤了。你等会儿跟你说句话，你再走。嗯。我等你。说什么话？啊，姐。过来呀。啊。哎呀，姐，别，姐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姐，我又来修网来了，姐。哎，姐。哎，好了，姐。进来。姐，你这是干嘛呢呀，姐？我练的呀。我关门。啊？我在练身体。这怎么这？花拳没玩过？没有啊。你没有童年呀，你、啊？不是，我没。这么玩的。哎呀，姐啊哈。啊，没见过，没玩过。我是最近腰不好，然后锻炼腰。啊！你要试一下不？啊，我。你把东西放下。我不会。我教你。啊、我试试。今天背个大书包，跟你的大学生似的。哎呀，装点装备啊！哎呀，姐，别，妈，他撞墙上。姐，然后扭腰。这扭。扭腰。啊，这么，我不太会整。你要这么硬啊？我不太会整，姐还是修网吧，姐。那个，姐那个，这网啥问题、啊？我先问你个事情。
啊，什么事儿？你昨天为啥跑了呀？昨天咱不喝酒为啥你、我搂你的时候你跑了？那个姐，咱俩就我知道啥意思，但是他不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，我感觉不太好，我得对你负责呀，姐。嗯，没事，我也考验你呢。哦，吓我一跳，姐。咋的了？没事，姐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啊？喝一口不？我姐，我这个时候修完再带喝吧，姐。再跟你说件事。啊？怎么了？网媒坏。啥？网？就是网媒坏。没坏。我怕我叫你不来，我怕昨天给你吓到了。啊，不能，姐，那个，那我，你没坏的话，我去别人家修了。你隔壁楼有个大姐也招我去修。我还想让你陪我吃饭呢。姐，那吓死吧，昨天不吃了吗，姐？那大姐招我来的。大姐，上次说的大姐。嗯。都找你几回了？没有，这才第二回，姐。他家网又坏了。干嘛找你这么多次？他家网又坏了呀，姐。他家网又坏了。啊。大姐多大呀？三十多一点。长得好看吗？长得还行，挺好看。身材呢？身材也还行。姐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喂，我喝口水啊，姐。放哪？啊？不让你喝了吗？大姐不给你水吗？你去大姐家喝呗。就你不让我喝的吗？我不给你喝了，上大姐家喝去。啊，姐你生气了？我没生气啊。没生气？我真没生气啊。那我喝一口呗。不好使。啊？你上大姐家喝去呗，大姐不给你准备水啊。也可能有吧。去吧，东西拿着。啊，那我去了，姐。去吧。走进去了，姐。哎，我来喝水，来拍个来，快来喝水了。走吧。啊。那我去了，姐。去吧，注意安全啊。啊，好嘞，姐。走吧。门关上呀。啊，好。喂，姐，咋了？你是我老能来我家一趟吗？你能现在过来吗？啊，有事吗，姐？我刚刚直播时遇到个变态，我害怕，我现在不敢一个人在家。行，姐，弄。我不知道找谁了，然后你不也在这小区的吗？你能快点过来吗？我老害怕了。行，姐，那我现在过去。你快点。哎，好嘞。姐，我来了，姐。姐，你进来吧。咋了，姐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先进来再说。啊，门关上。怎么？有没有事儿，姐？我还没事儿呢，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吓我一跳，姐。就是我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有人把我家门牌号都报出来，我就有点害怕了。然后我怀疑应该是快递员，因为平时没有人知道我家地址。这么危险吗？然后我现在不敢一个人在家了。没事，姐。这你要有事儿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十分钟就能赶到去。等你身份到的时候啥都晚了。那我今天我在门口，我给你看一宿去。你有病啊，在门口啊，你就在我屋呗，就是你在沙发就行，我不愿意进我屋，你陪我一宿就行，我很害怕。那行，我就在沙发给你看一宿。你过来吧，你先过来。嗯。我给你洗了两个桃，你俩一人一个，要大的要小的。这。对了，姐，你不说你手机老卡吗？我这台你先用着吧。苹果14，那你给我，你用啥呀？没事，这是我的备用机，这样关键时刻，姐你就不会联系不上我了。还是你贴心啊！不是你啥时候不用举动苹果14了？这是玩左下角游戏免费领的，游戏工作期间为了吸引新用户，准备了5000台苹果14和华为 Mate 50，注册上线就有机会领到。免费的，你不怕被骗呀？不会，我这一分钱没花，而且手机也都到了，你放心吧。
那你交领个华为吧，信号好，然后以后方便联系你。这简单，点击左下有链接下载注册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。那你加我班。行姐，以后的。我给你打了瓶洗脚水。啊。你辛苦一天了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帮你洗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姐，我已经上手了。我自己。你嗯的啥呀？嗯的呀。姐，我不也天天给你洗脚吗？啊，姐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帮你洗吧。不太好吧，姐？没有女生帮你洗过脚吗？啊，没有。你现在有？啊，好。哎，这男的鼻子好好看。啊，是吗？嗯，跟你鼻子好像哎。没有，姐，你鼻子也挺好看。嗯，那个。嗯，水温怎么样？嗯，还行还行，姐。嗯，嗯，姐，那个，别洗了，不洗了，不洗了，不洗了，姐。哎呀，姐，别，衣服都湿了，衣服，姐。你衣服湿了，那你脱了，我帮你，正好帮你洗一洗。啊。那不好吧？你爷们儿不有汗味儿，跑了一天了。你脱了，我帮你洗了得了。哦，行，哎，谢谢姐。嗯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咱俩都这么熟了。嗯、行，我。衣服给我。啊！别了，姐，给 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就行。给我。这。给我衣服，给我。啊，那个。你叫我领的华为 Mate 50发货了，啊，那当然了，我左下角的是专属加速链接，比别人快30倍呢。嗯，还是你靠谱啊。啊，对啊，姐，那个，这衣服还给我吧，我就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不好意思？哎，你看你有肌肉哎。啊，嗯，没有没有。你躲我干啥？姐，别，你回去睡觉吧，姐。我还不太困呢。你不觉得他们俩挺甜的吗？啊，是挺甜的。你想不想体验一下？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就是、试着谈恋爱，尝试一下。我还没做好准备呢，姐。你之前没谈过恋爱吗？没有啊。一次都没有。没有。嗯，狗干嘛？哎哎哎，姐。